县府社会及劳动处在会展中心召开领队会议，邀集21县市政府表演团队约60人到场，讨论9月5日民俗娱乐活动流程。县府社会处长林俊武表示，今年共有18个文场、21个舞场的表演团队进行观摩及交流，当天县内30个社区都会动员社区伙伴来帮忙，也有来自全国各县市社区近千人的参加，希望为该地带来人潮打响知名度，欢迎乡亲人来共襄盛举。这次报名的队伍总共有39场，其中包含了18场的文场，就是我们说文场，还有21场的舞场，就是舞场。我们在9月5号要在我们的农工商会展中心来举办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南投县、我们高雄镇的社区大家要来共襄盛举，除了我们来参加表演以外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社区都来观摩。我们的大会还有提供一个小小的礼物，我们提早在前600名来这现场参观，我们有提供一个很精美的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。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活动，我们今天召集到我们农总21管区各管区参加的领队，各领队21县市的领队都到我们会展中心来召开这个领队的会议，我们把相关的这个规则、相关的规定参加的办法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领队了解哈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全国各县市都非常的支持，这次由我们南投县政府来承办，中央卫福部非常支持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民俗技艺的表演观摩会。埔里南整理社区发展协会当天也会表演舞狮及舞术，让大家了解传统技艺的精华与保存。人狮吼，阮迄是青头狮，也唔是像讲的龙宫的迄款的狮吼。伊龙宫迄款狮是会当治的，你吼治的啊，目睭睁的睁的嘴开的开的安尼吼，迄就算伫休困。啊，阮迄唔是，阮迄款的青头狮，你若无甲人震动。就变戆西，拢无咧振动，就歹看安尼。啊，拍拳头，阮迄款也是算讲嘛，毋是软拳，阮迄是好拳吼，迄拢硬拳就对啦。啊，一套一套无共款安尼，一个人咧拍，甲一个人咧拍拳头就无共啊。反正话拢是安尼啦。哎，顶第一就是讲锻炼到阮社区的凝聚力，甲即个健康的问题。第二就是讲哎顶，伫即个媒体上吼，会顶甲阮社区有即个才艺来讲，甲撒出去，互大家较侪人知影。啊，讲阮即个社区嘛是要有即个传统的技艺安尼吼。当天文场节目内容有。歌仔戏、北管、京剧、客家山歌、国乐、二胡、太鼓，舞场的内容有武术、舞狮、花鼓阵、古早曲清、官将手、定银山太子、斗牛阵、车鼓阵、大陀螺等精彩表演。全场活动也将进行网络直播，欢迎民众莅临欣赏，